现场与局委来了，观众大家早，欢迎回到不求平凡的地下频道，这里是一千万年没有开过的图题。这边很久没有开哦，对啊，因为想说 YT 那边有会员，就尽量让大家可以大家有会员的状态，总不能让大家两边买会员吧，这样也很奇怪。哇，接下来玩密室脱逃，脱逃，嘣。真的吗？来个，他好像没有什么选择，对不对？不对，这个日式脱逃不是啦，密室脱逃啦，什么日式脱逃？继续师傅西服，当然两颜，这两颜色都不是我的呢。嗯，阿花。不好看啊，耳环感觉很痛，先不要。中了，我的斜眼 ，Hello， 咪子早安 ，Hello， 克拉蒂斯早安 ，Hello， 夜雨早安 ，Hello， 派 ，Hola， Hola， 巴布拉拉。这发型没一个好看的，怎么办？不牛，不牛。What's this？ 自动匹配就好了吧 ？OK， 就这样了。嗯，我看他换喵来不猜。叫我吗？反正，哪里？公密密码？顺便艾特一下大家好了。检测。Hello， 卡古满安，没事，只是想换点什么啊？对呀，我这还没设定。换喵给你打七折瓦的，还这个可能用不到了。我来管你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现在换喵已经有自己的台了，他已经没有他这边给大家打气了。话说一般来讲用什么来着？Hello， 花喵早安 ，Hello， 陆克早安，陆克早安，喵喵，喵喵，喵喵 ，Hello， 帕蒂娜早安。我看一下，土气。我发现啊，昨天我听一下昨天回放啊，我的声音实在是爆大声的，然后你们的声音就变得就是，你们的声音是正常，然后我就忽然变好大声哦。对啊，那个直播版就这一点很麻烦哈。我每天都在跟那个声音大小奋斗。这有无法度的事情啊。然后之前就是我自己太小声，然后你们太大声。幻喵今天没开，我应该是还没开而已吧。我没开，还没开。给他时间。我还在。嗯哼。有听到了。有了，我看到了。大嘞。你小心，太小声。这样子。这样子。是吗？多弄个音讯设备自己监听，等一下哦，可能可以，但是应该那不是会变得更麻烦吗？等一下，我不 no no no，
没事，我调个声音。哎，小小，我忘了戴耳机，耳机。哎咻！不不不哒吧吧吧，呜！吧吧吧，不不不！哎，单人游戏，多人游戏，单人游戏，多人游戏，多人、啊，多人，画面要开吗？好，我看，我看，我哎，哒哒哒哒，你按哒哒哒，我没看。我还没看到。等房间啊，等房间。哎，我不开了吗？他叫你创房间还是他开房间、哦哦？对，开房间啦、啊嗯，不是开直播。你游戏还没出来哦。呀，我游戏准备冲卡破西。哎、欸，对，西神那个尖锐游戏啊，那个、啊、要让画面要那个他要解谜，所以。你不要指导他太多，除非他有问。我没有指导他、啊。你是不是？我只先讲你。是不是偷玩？其实你是不是偷玩？没有啊，你自己看我游戏时间没有玩。骗人！他说他不要，他说他不要人家帮他解谜解掉，他要自己很厉害解掉。创角色而已啊！真的吗？他说他要自己把那个就有啊谜题解掉，所以那个我们就整解正常的量。我没有偷玩。这数据不会骗人的，这个无所谓，无所谓啊。只是说，我是说，我们可以大家合作。他要很厉害，他没有成就啊！你看到别人吧，你就看到希姐玩吧。我没有啊，他只是单纯讲梗而已，他只是在讲而已。你想太多了。重点是我没有成就啊！你看错人了吧？看他你太认真了啦。对啊，你想太多了，你是还有够难沟通的。对呀、啊。都说我没玩过啊，就说，我的妈呀！现在怎么老是踢这个脚的这一张给我啊？哦，我换一张啊，我可以换一张。会不会觉得我的音量太大声？觉得还好。怎么太大？是不是？没有啊，没有。我看一下，我自己觉得是哦，我自己觉得好大哦，真的吗？我耳朵快爆炸了！跳跳跳跳是什么来着啊？跳跳是跳跳 ，You jump I jump。我关DC声音听看就知道。我现在调小声，因为那刚才太大声了。他跳，我来看一下。我先看一下我有哪几张可以放。你放放看，然后看起来怎样？你声音很正常啊，游戏也不。Oh my god！ 要登录好麻烦哦。Oh my god！ 我因为我自己听到我的游戏声音还蛮大声。噔噔噔噔，噔啦哒哒。不行，游戏调多大声啊？我不知道，我调成25。是哦，我都调成25吧，固定的。我来选个档案，20%刚好啊，正常来说。我来选个档案，音效可以大一点，因为那说不定解谜需要音效。小空空空，需要音效。我放哪里来着？哟、哦，这个，哦，这是上次给你是吗？我用这个，那个哪一个、啊？等一下，我没有换。你，我还没弄啊。你，好了。这是你捏的角色、喔。哇塞，你好妖艳哦、喔！啊？给你转一个方向。哎、欸，怎么不能给你转方向？他转好像还要弄，很麻烦。你要坐在我头上吗？哎、欸，不行哎、欸，你到黑黑的地方看不太清楚哎、欸。啊，那个无所谓。还好吧，那不重要吧。那你坐在我胸前可以吗？可以。他还说坐，他当然可以啊。Of course, of course 可以。那我 ，Hello 白鸟，哎，兑换点什么？你换了什么？抽奖。抖落啊！等一下，这款游戏的分类是不是？
是那个他是只能写英文的 Miss Escape from Tarkov、哦、那就这样不是好了开始了他只能写英文的啊，开始玩了，阿喵，你的房间呢？啊，你不是开，你开啊，你开、啊哦，我开哦，开啊。通信协定 Steam 合作模式，难易度普通、欸你。你要记得，你要记得创建房间不就好了？你要记得用那个每周、嗯，不要用自动哦。哦，好，我看一下，因为自动是欧洲，自动是欧洲，自动是欧洲或美洲，那。你不如直接选美洲，不然等下很，等下我们被分配到那边去怎么办 ？OK， 可以绑定通讯协定吗？你 OK， 然后地图嘞？地图是哪一个 ？I don't know 你就选这教学吗？先从教学开始好了，第一关就好了。对啊，对啊 okay, 教学，然后邀请换喵，哎、嗯，换喵，我邀你了，你有收到邀请吗？ Okay. Okay. 你有看到邀请吗？有 ，OK， 那我再摇一个。你可以贴你的画面给我吗？啊、可不可以？嗯，有没有人可以帮忙贴？哎呀，我可以啊。哎，不早安，西姐的。帕蒂娜早安。是西姐。嗯，西姐的 OK。我爸叫西姐啦。哦，叫我姐姐。他是姐姐。哎、欸，你怎么？我怎么进去被你广告打了啦？嗯，因为你没有买我的会员啦、啊哦，所以才说 YT 是不是好一点？还是神奇宝宝？哎、欸，什么的来了？神奇宝宝？神奇宝宝是什么东西？是不是神奇宝宝？是，等一下，等一下。哎、欸，我有玩啊，我有玩，那是什么东西啊？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我怎么现在只想到数码宝贝啊？哦，你说的是那个吧？宝可梦 ，Pokemon， 对 ，Pokemon， 神奇宝贝是这个，嗯，神奇宝宝，神秘宝宝，早安 ，WASD， 现在的一个移动，哎，哦，移动了，好嘞。W 拖住椅子 ，A 蹲架，还没来这么快，哦，好简单嘛，这样子，哦哦，会会，抓住，哎，然后蹲下，这边我们是分开的，哦，对，这边我们分开的，哦，红色按钮什么，姐姐，嘿嘿，你把椅子拉开啊，嘿嘿，不跟你讲，没有啦，抓住这个，这个。然后问题是我怎么知道、这个鸡哎、欸、怎么弄哎啊啊掉到地上哦等会物品难等一下等一下物品难这样子哦苏雷斯尼哦不是不是哦哦、欸、这样子哦哎、欸、你啊换掉你的解析度为什么是方形的、啊、你是不是选错解析度了你的游戏解析度我不知道啊他应该选你选到什么1920×1那个什么东西了啦应该是什么。你的解析度选成方形的了，选项小，解析度1920×1080，对啊，1920×1080啊，是吗、嗯？你自己看，我看不到，我是1920×1080吧，是1920×，嗯，是1280×960吧。嗯嗯嗯，怎么办？我的解析度是什么鬼？快速好了啊，随便啊，你觉得看得见就好。嗯，那你用多少？你用多少跟我讲？我正在研究。你的也是方方的吗？应该是1920啊，放下去1920×1080，可是我的不是那种方形啊。奇怪、欸，那我怎么会方方？我怎么会方方？还是1280×768吧？不对啦，1280×960啦，应该是这个吧？哎、欸，怎么变更小了？怎么办？那非常累。刚是1280×1080，这样还比较大一点。按两下，收起来。
管他了。嗯，继续继续。等会开选单。我跳出来了！你救不救？怎么玩啊？我卡关了。等一下，不是你邀我，你邀我。OK， 邀你。然后怎么邀？现在不能邀啊。其实任务好像一个人跟两个人没差别。这一关没有那个哎、欸。这个我不能邀你啊！我不能邀你。那你继续把它完成吧。嗯。我等，仔细检视玩具盒。你进去那个房间啊？检视。七姐怎么开啊？密码是多少？对啊，什么密码？哎、欸，大家都跳出来了，你出来呀、啊！你我刚调那个就直接出来了、欸，哎，你们为什么？阿哉哦，很雷呢。他邀他。咬你啦！哎，咬，哎、欸、哎、欸，可是你现在游戏比例是正确、欸，为什么你进游戏之后你的视野是缩小的 ？I don't know， 到底怎么设定成那个厉害的样子？我怎么知道？而且我的设定你明明有看到啊！你是不是改了一堆奇怪的设定？你才改嘞！为什么我就是改？是照明外观，我邀不进去。我邀你啦！我知道，我邀不进去。那你邀我邀，那你加入房间了、哦。我还要再闯一次，邀你。哎、欸，密码。然后再邀新人。OK。这样子，对我按了、啊。他重邀了。我重邀了，你邀我邀那个进去。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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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不要教学了啦，教学好难哦、喔。还是要教学啊！你还是要教学啊！你连教学都过不了，你教一过？没到了。嗯，不是的，相信等下你就会卡关，相信我。我才不会卡关。我看你那么聪明。哎、欸，真的，坏喵，你的那个设定好怪哦、喔。我不知道啊。我看一下，我看他有没有什么改方式。我觉得你可能调到有什么那个可以把自己你啊镜头视角，你调多少？镜头视角，啊、我没错、啊。你看过他镜头视角，你看一下。等一下。那我等一下又要跳出去了，等一下没有你这边椰子 C 就好。Amy 早安，哎、欸，不是不是，我按错了，这是你的频道。你按一下椰子 C， 等一下椰子 C， 然后呢？然后选项啊，选项啊，对，然后往下，对啊，荧幕那一区的镜头视角你调多少？七十啊，七十，七十，它预设的啊。嗯，它、啊、是开嘛，垂直同步开嘛。嗯，然后你是选全萤幕吗？我是选全萤幕啊。对啊。难道还要最大化视窗吗？嗯，要不然你用还要独占萤幕？不是，可是你的游戏它的确是横的啊，可是它只有视野是方形，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啊，要不然你把它改成那个吧，嗯、你把它改成、那個、最大视窗化吗？对啊，你把它改成那个准视那个最大化视窗看看。嗯，然后嘞、嗯？真的啊。上一步。到上一步。没反应啊。上一步啊，可能没有套用。你在？还是还有什么按钮可以改之类的？还有全萤幕。啊、全幕不是你，已经全萤幕了，你只有全幕、欸、你只有解谜全萤幕啦，哎、欸，你只有解谜不是你的游戏已经是全萤幕的，可是你只有那个解任务的那个视窗是方形的，所以我才觉得很奇怪，不然怎么做到的？我也不知道，反正还是什么直播模式啊，有没有那种东西？传统打模式，你最下面进阶设定有改吗？欸、对, 對我好像有去按到什么的。那个什么直播模式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最下面的这个不知道就不要点啊！我没有点啊。最下面直播模式你有点到吗？直播模式，隐藏物品开嘛，然后直播模式隐藏物品提示我是关啊，直播模式关，然后导航模式关，关啊，导航模式我开啊，你关一下看看，不行吗？可以吧？我不知道啊。然后你先把它弄回预设嘛，全部先弄回预设呢。为什么？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你那样也可以玩啊，我倒是没差，嗯，
然后，那就这样子啊。嗯。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可是看起来应该还好吧？你觉得无所谓就无所谓啊。那他会看荧幕太小吗？那如果贵的话，还好，没差吧？挖条要大一点，这样子。那我就调一下就好了。噔咚咚咚咚咚，机油卡关了，快点！你又卡什么关？就一样的关卡、啊。哪一关？好像锁头啊！等你这关过完。锁头。你在哪里？你这关过完就跟我一样了啦。好，抓住。等一下，仔细检视玩具盒啊！玩具拿起来，space 啊！转啊！你试试看嘛，我刚就试过了。Oh my god！ 早安，现在要午安了。Oh my god！ 对话喵言喵语，嗯，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把它，这里抓住，抓住怎么抓？哦，抓，然后按抓喵，一、哦，然后按钮喵，然后这关。拿钥匙，我赶快赶进度。拿钥匙，然后喵，然后吸，然后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开，等大家。哦、然后打开。啊，完了，我的队友会拖累我。今天剪，怎么剪不完？今天剪。好了、嗯。我要怎么同时看破鞋视窗又看我自己的视窗？凭你的智商，我又没办法看了、啊。凭我智商，不是吧？凭我电脑好坏吧？噔噔噔，这解完了是不是？解完啦、啊！等等，其余幻喵模拟完毕。啊、你一起玩了？解完啦、啊？那就简单的操作而已啊。那你解到哪里呀、啊？什么解？就解完啦、啊啊！在等你啊！放快了。好啦，我快一点嘛。这个打开，打开，怎么打开啦？打开，点盖子，点盖子，它没有锁。让你捡十个方块，呀，这根本是考猴子的东西，好不好？怎么会有人没过呢？真的是，这猴子的智力测验吧？我是猴子，我是猴子。拿起来，然后，打叉。然后，这是什么猴子的助力球呀？然后，密码嘞？哦，猴子，我是猴子，密码哪里有密码？哦，猴子，这个。然后他叫我插下去，插，274，274，然后再点这个，然后好滑，哇！幻喵自己都解过这个吗？你会这样子滑吗？你会这样滑吗？你用点的、啊，你按一下，你点的就可以了，你点的就可以了。这样吗？OK。怎么会有啊？恭喜你！然后过关了，过关了，就过关了。篮球框，然后篮球框，然后我看到幻喵了。我看到幻喵了，你的这个房间好挤哦、喔，小朋友房间呢、欸？啊，开始脱逃吧，开始，这要捡硬币，好像捡几个硬币，我看一下 ，H 枕头、哪个是看那个啊？你不要用那个啦，我不能玩吗？不是，那个是那个什么求救的，没有。你把唯一的球球用掉了，哦，那是球球啊，对，哦，啊、没关系啦，他是给提示的意思，這個、枕头拿起来，嘿，偷走，哈哈哈，等一下，是我带了几个，我不知道几个 H， 怎么样看任务几个 H， 怎么看？刚快捷怎么看 ？H 常待命 ，F G H， 哎呀，不知道。啊！赶快，等，就把东西都收走了，偷在我身上。不能这样子人家怎么玩？没有发条在我手上啊。不是啦，你这样子人家怎么玩啦？把发条放下来。
小车车给我，我没有拿小车车给我，我超多小车车，你要哪一台？给我一台车，你给我一台蓝色的小车车。这是一个金字塔，不是这台啦，不是这个球。原来你没有比耶，谢谢你要看篮子。哎，这台你要，谢谢你要看那个什么，那个、那个什么，那个，那个东西里面有没有啊？你看，这小车车，这个小车车，你要。就是每个东西里面都要检查。我看一下。那我偷放地上，你走了，好了。The one and the only puzzle。哎、欸，你捡了什么东西啊，番苗？对，我怎么你看我画面了？你看我画面没？嗯。哦，里面有钥匙啊、哦。呀呀。哦。对。然后再来是钥匙，有钥匙就开门啊。不是要集小，不是啊，要集那个硬币啊。嗯。硬币，我就说我不知道、欸、那目标是哪里，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看不到啊，他那怎么知道？哦，有了有了有了，按 ESC， 按 ESC 右上角， ESC, 右上角哦，找代币啊，有了，这边有一个代币，哪里？窗户旁边，要找八个，要找八 个螃蟹一啊，找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一个，大个，尖一级牙头一双，我找到一个了。对，嗯，关灯我、欸。垃圾桶，他是想吃东西，他看起来是想吃东西的样子。垃圾桶，我很想把它拿起来倒看。他是想吃，他是想吃东西，给他吃，给我吃。你把东西丢进去之前要先检查、啊。我、哦、没有，又拿出来。哦，他说你检查过就可以把它往垃圾桶丢啦。哦、那你看地上很多，你丢一丢。丢地上。哦，这里椅子后面有一个，拿到了。这样几个？哇，看一下，四个了。他四个。还是要完成这个、嗯，要完成这个是不是？如果不完成，就有遗憾的感觉。是吗？是单纯这样子而已吗？不相信，我可能出去看看。我找到一个了。你在哪里找到？飞机上。飞机。飞机。乖。飞机。还差三个。哦，这是六。六。哎、欸，那个什么床底下要怎么找啊？床底下跟这个柜子底下要怎么找啊？没有用哎、欸欸，这东西有没有用啊？这个盒子啊，这个。那个盒子。什么盒子？就是、地下这个积木，积木我捡了、嗯。这个积木有、啊、我在看啊，我正在看这些盒子里面，检、哦、查过就把它丢掉了。可以拿起，拿起来按方块，有了，看到了。嗯、哦，我已经找到过了，丢掉了、嗯。哦，不晓得还嗯，哇，这个提示再来一个。我很需要那个提示的书。不用担心啦、啊，有我在，我可是解谜游戏阿宅。高手吗？冰手。嘿，看一下，这没有了。黑子。Long hold to draw an item。在哪里 ？Draw an item。好想开窗哦、啊！这是小锦龙吗？真的萌萌没有。垃圾桶，这棉被我好想先走哦。这还是藏在幻喵的头发里面，我看一下。哎、欸，你那个，我觉得胸前有可能。等一下，你衣服让我打开看看。其实你刚拿的飞机在哪里啊？怎么飞机有一个啊？有好几个，我刚只拿一个。你刚拿哪一个啊？是他、啊、这边有一个找过了。是哦。那个翅膀也有哎、欸，看一下、嗯、有没有可能在幻喵身上？幻喵，你那个胸口打开我看一下。不呀，幼儿版恐鬼症，一起检查好了。哎、欸，这关灯有没有看到什么？我、哦、你关啊，我关了啊。可是，还是后面这柜子后面。嗯他写说 ，left mouse button。你在哪里找的、啊？那是找过的。
中过。他有找过的跟没找过的，还是球用力丢？啊，丢坏！我还想把灯丢坏耶。嗯，然后这个，哦，没有，飞机把它砸下来。嗯。嗯，就还是只要画画，没看。我也想说是不是要画画，不能画。有了是哇，我们现在几个了？还缺两个。对啊，两个找不到啊！世界地图上面有一个。哦耶！我刚才按半天按不到。那怎么小看不到？嗯，啊巴巴拉，这个车应该没了吧？我来看一下，把 double check check double double check。哎，对啊，那你刚刚那个发条呢？发条刚在谁那边？在我这，在我这啊。不是发条，给我一下，在那个车子上。哦，你已经用了。我拿了钥匙。嗯。噔噔噔。发条，发条，哎、欸，你拔起来了？嗯，哪里还可以插、啊？你怎么拔起来的？就拿起来就好啦。你转过去，我插插你屁，没事。西施拿哪里？啊，我没拿。哎、欸，什么叫西神之聘成功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我知道，我什么都没拿。什么叫西神之聘成功？你有看到灵烧现象吗？哎、欸，哦哦哦，我找过的，灵烧现象出现哈、啊！不要乱歪椅子，没有看过嘛要吐了。为什么这个很？他三 D 晕的要吐了，我转来要吐了。啊啊，忘了。夜雨早安。嗯。哎、欸，我关个灯看一下。可以画画吗？嗯，这积木好像把它倒出来哦，倒出来看看。你倒啊？倒不出来啊。嗯，那乱扔就只剩一个了呢，一个有那么难找吗？就是啊，就是那个就是找不到啊。但是那个吗？小时候那个几点有没有那个？地毯可以掀起来吗？几点永远都缺最后一个字那一个游戏。对啊，所以我说，所以那个什么，所以我说那提示很重要，那提示取决了最后一个。我不小心点到了啊，这里啦，床边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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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点告诉我，这里哪里哪里？它夹在这个铁夹缝里面。哦，那你屁股走开啊！什么屁股走开？我屁股很小啦，你屁股太大了。哦，是的，是的，我看一下。咦，开门了！欸、真的，真的，耶耶耶！那可以开门了吗？好，然后代币了，怎么开门？哎、欸，钥匙。就有过，钥匙，等一下，没有啊，这又不是。咦、欸，然后这个，咦、欸，画面的钥匙啊？哎、欸，不是啊。哎、欸，为什么画面你手上有钥匙？哦，我不就跟你说我拿了钥匙？你为什么那你拿钥匙怎么刚不放我们走？跟你说将会流缺憾啊，就是那个那个。硬币没有那个啊，好，让它开始哦，正式来咯。嗯哼 ，Are you ready？ 变难了是不是？棒棒棒棒棒，终于被看见了。有啦，我有很认真在看，我有很认真练习在看。人面狮身像，哎、欸。马上去抢走！可恶，我要去、不能点那个问号，对不对？你说的。哦，对，先不要点，就是你除非真的那个无法无天，这手要伸进去，这个要钥匙啦，谁有手啊？啊，等一下，什么谁有手？手要伸进去啊！哈，我才不敢呢、欸！有没有像手一样的东西？铲子跟手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东西吧？那个铲水不行吗？铲子上面有藏什么东西？欸、那个箱子里面的东西，有一本书。
来看他的面刺身像。箱子里面有本，他一个他说天花板有个手手，是不是？他的意思是这样吗？啊、嗯？什么意思？啊？这个太难了，再给你看。这个我放。对，我就跟你说那本书，那本书要拿出来没？埃及学。这个玉器。哇！我这边还，我这边哎、欸，为什么哎、欸？什么吸神聘成功？为什么一直出现啊？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画面？一直出现吸神之聘、啊，什么聘成功？我有这个。师姐，那个鞘刀可以用来插那个吗？那个是要那个用考古的东西的。满刀那是填补东西用的吧？不是那个，好像有东西。地上哎、欸，把这个拿起来。不是拿四神像插它吗？挖洞。这个，这是拉的符号吗？哦，这垃圾桶，这花瓶。不行，你帮我摆一个这个东西好不好？我摆不到它正确的位置。这个。你摆这个红色。我一直摆不到它，这不是已经正确了？七姐，七姐，这是擦正确，你拿起来看。这个可以擦干净的，看一下这种。拿起来看，等一下，等一下，一次太多，我一直摆不、哦、看到，摆不了那个正确的位置。擦干净，擦干净，擦干净，我看一下，看那本书，哎，擦干净了，所以等一下，这一面，哎呦，就我一直摆不好，我看着马上就忘记。不是记得他是在眼尾眼睛的尾巴那里、哦、有这个方向，等一下哦，等一下，等一下，那个一个花的那个，嗯，一个花的那个，哎、欸、他真的只能摆这个方向啦、啊、这就是要两个而已啦，对啊，可是他就是要两个，他要摆横的啊，不是他，没有，他要摆，没有，他自己合上去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再找一个这个而已。啊，箱子里面你开的什么？我熟悉，目标是什么？看一下，人，哎、欸，这个有什么数学题？你看，你帮我看一下这本图，拿去。你看这个，这个图，这个图，啊、哦，数学问题哦，那个好烦哦，这个 easy 啦，看不懂啊，小葵啊，啊你等，没有，它有组合技，它有组合技跟那个分开，我知道，好麻烦哦，不想算数学，对，我是要玩密室脱逃，又不是要来算数学的，又不，这个没有办法一个人帮你讲，一个人帮你看，就很烦。一个人是帮你讲，然后另外一个人是帮你看，就没有办法一个人讲一个人看啊。师姐，这个给你，这里面有东西，什么瓶子？你叫那个，你叫外面要看，我现在要算这一题了。这里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东西，里面有一个东西，然后开始算数学。天哪！哦，说，你喵喵的，为什么我要算数学啊？哎，怎么拿不起来？拿不起来？我怎么拿？哎，你的勺子可以挖挖看看呢、啊？你勺子可以挖吗？对。为什么我要算数学？等一下，那我先把它丢下去吧。哎，等一下，等一下，是这个瓶子被啊？这瓶子是要丢水里呀、啊？一，哪有水？没有水啊！哎呦，这里有水。一九，丢进去。这是一。哎、欸，果然哎、欸，这样出来了，拿到吗？等一下，我在买装水了。对，拿得到，这样拿得到。千，对，要装水啦，没错。加，好，丢出去。加，那就没用了，是不是？嗯，都丢出去。你看里面装水，然后那个硬币浮起来了。一、哦，然后这个，哦，懂了，有三个一千。然后不是，可是后面有那个一百，我知道，不要，我知道，嗯，好，我知道，好，好，知道，你知道，乌龟桥，啊，然后再交流，所以答案是故意要我弄他们三四，我找到一个代币，嗯，
如果我没算错，我没算错的话，我试试看，会以怎样三条虾？耶，开了，噔噔噔，然后钥匙，我们可以出去了，哇！没有啊，我是找代码，找代币哦，开箱子啦，耶，箱子打开了，里面有什么？钱钱，很多钱，真的吗？还有一个小金字塔里面哦，可以盖上去了，外面要盖上去、哦。这个是拿来盖的吧？有有有，找到一个，我玩是解谜游戏小天才。这个那个硬币要拿去哪里盖？嗯？哎、欸，什么硬币？什么东西？硬币、这里啊，这个投币口呢？哦，这里吗？确定？不知道，试试看。确定看？你可以拿起来试试看啊，你拿一个试试看。你都要试试看啊？那丢，丢也只能这样啊！啊，还是放这，每个都丢丢看。咦，哎，你不要挡我前面啊！丢，还是许愿池？滚！许愿池？哎，对，真的丢，丢丢。哎，这样干嘛？你确定这可以干嘛？哎、欸，我都掉进去了，没变成代币了，变成代币了。你丢进去看看，哪有啊？没有啊，没有。这个吗？盖子？哦哦啊！我丢掉了，从的是我帮我捡起来。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要拼回。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我找到了，嗯，这个這我无意间拿到了，这应该是这个吧？对啊，拼上去啊，还要再缺一个。等一下，怎么？咦、欸，这有一个那个会要拿代币？等一下，他怎么放？他放不上去了，你放错了啦！哎、欸，可是等一下、这个有问题，这个图没这个底下没图，这个不是啊，这个这是最上面的，这是最上面的。哦，对对对，那要把基底盖完，还有一个基底在哪里？啊！我刚把那个摔，哦，我刚把瓶子摔破，那可能啊，硬币都给我，硬币在哪里？在那里，在水池里。其实你走开一下好不好？其实你踩到一个东西，其实你脚下的东西，真只是一个那个啊，板子而已。板子，硬币是板子拿去，哎、欸，正面，欸、没有，是刚刚这个板子而已啊。哦哦。不能拿去贴哪哦，不老用啊，好可惜哦。不能用的打西城的头吗？破破哪里的头？棍子插下去，插进去啊！哎、欸，你丢那么多硬币在里面，根本就不是在研究。这个怎样？这个撞门，我赌。这个有什么啊？没什么。不是呢，都拿起来。这个水到底是怎样？不是啊，不、哦，不是小方块。小方块到底是要可以放哪？这里吗？上面呢？不对，姐姐，这里，你看，我铲开一个，铲开一个，铲、哦、子是不是？地上有一个，这边捡啊，你捡。哦，有了有了，黑色的，有了。我乱丢铲子了。地上有个小片片。你看门的地上有个小片片，难不难？背后有东西吗？没有。嘿，没有，还有一本，还有一本在哪里？还有一本这个文，那个就是文，就是英文字的。我看一下。这个被我丢走了。丢走了，不要把东西藏起来嘛！我闹藏啊！对啊，重点是你哪里找英文字哦？有啊，刚刚上面有写啊。写什么？黑暗。我知道黑暗啊。黑暗啊。对啊，这个上面刚那个反面那个，你看金字塔那个另外一面有写黑暗不是吗？
我知道啊，然后黑暗，然后嘞，我在想是不是要解读这个墙壁上这个字一条那个，字，这硬币上面好像也有字，墙壁上面的字啊、哦，你说章上面的字解读是不是？对 对，那个门旁边的一排字。我有，我看一下，欸、这是怎么不能摆横的？好讨厌。可是师姐，你看，那这两个字都应该有用吧？你看这个，对，望远镜跟放大镜。不是怎么都是我，不是我现在解那个门的，你叫幻喵看。那幻喵哪？地上。A。哦，这啊，把书拍起来好了，麻烦死了。对啊，放一根好吗？啊，放我念给你听啊。不用不用，我一根可以。啊，说话啊，有一个这个啦。啊，你讲啊，西洋过来。啊，敲破就可以了。你好棒哦。什么东西？对啊，敲破啊。哪个东西？敲破一个东西啊。哎，等一下啦。没有啊，就是我是说上面的那个、那个啊。好，冰出来。另外一个眼睛一个。然后头呢？放那个。放这样。这个，我知道。为什么西神的拼死成功？我、哦、卡住了，地上东西卡我啦！没有，应该不是那个关系。只是他头上要装一条什么？等一下，转不了边。没有这个，你把我那个拿起来，那个真的摆不对啊！不是，那个是眼睛是这边的。我知道，但跟那个没关系。好，那你摆在同一个地方啊！你看。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小的，这东西你有检查过它背面吗？它屁股的东西？哎，怎么还有一个？对啊，缺一个，去敲罐子吧。上面的呢？上面的花瓶呢？找到一个了。嗯，在水池里还有一个，拿掉了，剩两个。花瓶。上面的花瓶里面好像不小心丢了东西哎、欸，砸上面的，啪砸不掉。好像有丢了一个硬币在里面哎、欸，那不是我丢的，可以看吗？可以拿出来啊，可以拿，怎么拿？你点它就可以拿了。哦，一个硬币，还有，为什么把硬币丢去里面？当然是不小心啦、啊。这些东西要有用吧？然后翻译一下那个字，用我才丢进去啊。硬币，那个字是，然后再来，这个拼块应该可能有用。刚才没用到的就一定是放大镜跟望远镜。这个字是第一个字是什么东西？看不懂啊，第一个字、啊、那个应该会有作用。它根本没有第一个字啊，第一个字 A。哎、欸，外面那个，你身上有那个吗？什么东西？小勺子酒。哎、欸，他这翻译根本没有足够的翻译啊，所以那是装饰品而已。勺子这个，哎、欸，不是，你要小只还是大只？小只的，小只的。这个，对。哎、欸，不是，这什么？黑暗。其实我刚看到黑暗在哪边看到黑暗那个字的，是当那个金字塔。这洞是在望远镜看的、啊，有洞是要用。这个东西，这个啊，等一下，你看，可以的吗？对，它变成了、哦、它刚在你身上哦。对啊。就说东西不要放身上啊！哇嘞，都丢地上吗？这样大家才能一起研究啊，不然就不知道缺什么了，不是吗？三个 W， 你给我一个东西。那个、WWW， 这个我看一下。你看这个是什么字、水。那拿哦，水拿去水，把它放进水里面呢。好。那、啊、你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你身上东西都借我看一下。我身上的东西都是我刚垃圾桶捡回来的，好不好？我没有丢垃圾桶啊。西神，你那个盒子呢？我等一下我丢出来、啊，我要丢出来，你走开啊！我那我东西都丢地上好了。
这是我刚从垃圾桶捡回来的东西。然后，至于硬币要干嘛，我就不知道。水，嗯，很稀释。哦，这盒子很明显要解锁啊！嗯，对啊，这箱子很明显要拿来解锁啊、哦！箱子已经打开过啦。哦，可是它上面不是还有东西吗？没有吗？没有啊。咦、那个很拼，把拼出来。哎呦，好，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哦，有了，可以放上放门。这个门啊？这好像有这个东西。啊，放这两个门，其中一个门吧，这个这门、嗯、是三个门，三角形的。对啊，它，哎、欸，它没有写要放哪个门呢、啊？随便放，你先放一个啊。应该每一个都有一个线索，拿过来。师姐，解谜一下。哇塞，游戏。哎、这样什么意思？走吧，走迷宫，走迷宫、啊。怎么走迷宫？这个，对对对，哦、要我知道。那、啊、我知道，挡住了啦，西神走开啦，头太大了。站远一点看，这个，哎、欸，你站远一点看嘛。一、二、三，嗯，这个，然后它这个过去嘛，然后接的是，这个这个，哦，不是，是、這個、是先那个碗。哦，哎、欸，你挡住了碗，那个什么，是先狮子吗？没错，是先狮子啊！哎、欸，对，先狮子，你挡住了。狮子，先狮子，然后在那个钥匙圈，然后在方块。对啊，狮子。好。狮子。嗯。然后方块，哎、欸，对，钥匙圈呢、啊？哎、欸，那应该是扣子吧？然后在一个方块。Hello， 什么？安。然后方块，对，然后最后是那个手吗？手手手手。嗯 ，OK， 又有了，开一个，咦，我要开一个，这个好了，嘿、啊。李西亚，早安。哦，这个也是。这还要解啊？嗯。那这个是问你说哪三个是？嗯，这三个吗、嗯？这样有三个吗？你说是？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就是哪三个可以倒在一起吧？看一下那个兔子，啊、等一下哦，嗯，等，上面那兔子取消，等一下那只兔子取消了，为什么兔子不去取消了？你自己看啊，兔子取消了，眼睛跟兔子连在一起。哦，是入口是谁、嗯？是中间吗？我们有中间开始走吗？就是、应该是哪三个连在一起，就是那三个吧。可是没有顺序的问题吗？嗯，你的头啦，蜜蜂，蜜蜂，然后、蜜蜂，眼睛好花哦。猫，蹲下看呢、欸。猫。好，拍张照好了。我好想拿那个谁的手啊！我等我一下，姐姐的、啊，我都没戴靠近，你们在看而已。我来看一下，这样你可以看到吗？我挡住吗？这个是猫，猫出不去啊！它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啊，所以蜜蜂。如果从中间出发的话，哦，中间那个洞出发的话，先到哪里？可以到蜜蜂，可以到蜜蜂。等，蜜蜂。行、可第一个没有蜜蜂啊。第一个不是蜜蜂啊，第一个那第一个不是蜜蜂，那就走别条路啊。如果不是蜜蜂，那他要我们捡的是什么答案？嗯，还是那个左下角那个眼睛。是吗？哎、欸、呦，你挡住我看不到你在那边一直动。咦、我们起点是左下角那个眼睛吗？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因为你刚刚那个金字塔上面的画图案不是那个眼睛吗？眼睛吗？那你第一个有眼睛的图吗？没有眼睛啊，所以是眼睛出发的意思吗？对啊。眼睛出发的话，那会先到那一只。奇怪，等下出口那右边那个奇怪的生物。出口怎么出？出中间出去怎么好像只能我看一下它有没有那个画面，只能到那个蜜蜂啊。对不对？对，所以我在想他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嗯，那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然后第一个又没蜜蜂。嗯，然后他都没有啊，好奇怪哦，他都没有哎、欸。三，等一下，那个什么，嗯，虫是死路嘛？那个 bug 是死路嘛？对，是，所以 bug 是死路，然后那个什么，那狐狸吗？那什么东西啊？是，重点它上面的图案都没有跟下面 match 的，所以我不知道它这个图案的用意是什么。啊、我知道了，选没有的吗？啊、也不是、啊，不是，你看英文字，哎、欸，英文字、啊，对，你看英文字、欸，哎，H。你说绕一圈吗？还是英文字看一圈吗？你先，你看啊，你先看眼睛下面的 EYE 这样子吗？你要不要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不是啊，你先看有没有文，你先看有没有蚊子这个东西。国王，蚊子是多少啊？你是说蜜蜂吧？哎、欸，你不是拍下那书给我啊？书我已经丢在地上啊。哦，好。蜜蜂是 BJT 是不是？我看一下，试一下。哦，拿错书了、哦。不是蜜蜂啊，可以的是那一只那个什么 NSW， N 的话是曲曲曲，是不是曲曲？没有，我没有曲曲曲啊。啊。那个。一定不是啊！天哪、啊，眼睛是打蜜蜂，眼睛是哦。他等一下，他是要写。那你等一下，我们要先厘清，他是要你写那个就是没路的，还是中间出去有路的，还是没有路的？我不知道啊。所以你先要先看啊，我们先一个看啊，就是蜜蜂是唯一只有蜜蜂可以通到中间嘛。然后那个虫虫是没有路的，然后虫虫旁边那是一只什么？一只猫吗？啊、一只猫它有路吗？一只猫是通那个眼睛的，对，猫是通眼睛的、啊。然后那个，所以意思说眼睛就是通猫，然后那这样蜜蜂旁边另外一边的那个是什么鬼？嗯，是什么鬼？蜜蜂那个旁边那个鱼的话，蜜蜂旁边那个才是猫吧？啊，我不管啦，猫碰啊猫啦，好猫那个豹啦豹。右下角那个图案解说它是国王，我知道啊。等一下啦，你先弄另外一个蜜蜂旁边的那一个豹，哪一个啊？蜜蜂的左。猫就说是猫了，就猫了。那、啊、本书上面就写猫啦。对啊，那猫猫、嗯、也是死路嘛。啊，看 N， 可是它不见得都有哎、欸，它不见得都有。我知道，我是说你先。嗯、N J， 你可以弄啊，不用我先啊。可是你都不配合我啊。没有，我看不懂你的意思啊。我说你要把你意思跟我讲啊。不是啊，你问我什么，然后我跟你讲，然后你又不理我。对啊，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我在说啊，就是虫是死路、嗯，然后两个通眼睛，然后那个猫是死路。所以呢？所以那就是三个通的咯。所以就是蜜蜂眼睛跟那个狼。对，然后、蜜蜂眼睛跟狐狸试试看。对，但是我要跟你说，是上面的图案都不是下面的图案。我知道嘛，啊，他不是那什么叫蜜蜂眼睛跟狐狸？我知道了，或
会不会是唯一从圈圈出来连接那个路是蜜蜂？对啊，我刚刚也是这样讲，可是他没有那一个，他没有那个字。等一下，蜜蜂是 B， 蜜蜂是 B B J T J J 有蛇。哦，有了，我看到了。B B 是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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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开了。所以是B B L 那个吗？开了。嗯、对啊，对嘛，这个。哎，那换西神要不要拿？西神去把另一个门打开。开。哇嘞，这出去了。哎、欸，等一下，留下来，我们要把那个砸到的。代表没找到哎、欸。我们有一个杯子。代币还缺两个。跟两个，对对对。留下来。留下来。或者我跟我走。好。或者我自己走耶。然后那个代币，代币是要怎样才可以变成代币啊？丢在水里面吗？代币，然后那个代币而已啊，就是什么触发、啊、这边代币这样。奇怪，那个代币不是丢水里啊？那应该是不知道放哪一个东西。哦，代币，还是是它是一个重量？我刚刚在研究啊，找不到、啊，没什么方法。代币上面是什么字哎、欸？嗯，哎、欸，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按提示的？嗯，可是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欸，一个而已不是吗？没有，我们几个代币，然后一个皇冠。那皇冠是它结束就会皇冠一样子？皇冠没有，皇冠是时间内结束才有。对啊，对啊，看。哦，是哦，他已经代币那个奖杯已经不见了。哎、欸，这个，哎、欸，这个摇，这个摇。我刚讲过了。我刚刚有摇，然后呢？他刚掉一个而已啊，他有掉一个而已。哦，那每个都摇吗？我摇了三个啊，我摇很久都没有理我，他都不理我。嗯，那这个里面，哎、欸，为什么？哎、欸，嗯，等一下，这里面，来用钱币砸他。呼，嗯，钱币应该有用才对啊，不然开那宝箱用来干嘛？对不对？对啊。钱，这水壶盖是什么？这水壶盖当初你们是做什么拿到的？那是拆掉的，那不要没有用了。就刚刚水壶盖起来，我把它转开。啊，啊水壶嘞？水壶不知道，垃圾桶吧？不要都丢垃圾桶啊！我就跟你说，我都丢地上啊，我把垃圾桶拿出来丢地上啊。搞完可以拿去装水啊。也就是说，刚刚我把东西都拿去，那些东西都是我刚刚垃圾桶敲出来的没？水壶装水，然后，哎、欸，它这个拼图，这个，哎、欸，这个拼图到底是怎么拼啊？这个、啊、拼图，这是拼图吗？不知道啊，不然你说，你觉得这是什么？这不是刚刚摔碎的东西？是啊。可是感觉，怎么会有？我刚刚有弄到一个，是拿过的。啊，这什么？不是，我刚刚有用到一个硬币的那个的样子。那拿过的，它会显示你拿过的，那个已经刚刚我敲掉的那个。哦，铲子呢？嚯，铲子都挖了是不是？硬币嘞？还有这里。硬币。那么砸，把你硬这个里面，不行。硬币塞哪里啊？没有洞可以塞、啊。你刚刚有用这个提示了吗？没有。没有啊。不然我们再用一次好了。望远镜呢？怎么不能用啊？过关就不能用了吧？但是那只是让你过关而已。它、可能是主要关卡的提示。它已经满了，它不能用了。它应该是主要关卡才能用的提示。那望远镜呢？啊，要把什么丢在？望远镜如果丢在
这个这个丢在水里会这样？你有用到望远镜吗？嗯、我刚才一直都没用到望远镜，应该有。对啊，所以我在想望远镜这样做什么用的？放在那个太阳底下会怎样？会那个吗？聚焦吗？对对对，我的意思是这样。那太阳对不准太阳哎、欸，我对不准哎、欸。太阳地上有没有什么太阳光色点？把金字塔拿起来研究一下。嗯。嗯，好多硬币哦！水壶用过了啊，水壶用过了。打水壶用过了，水壶没有用啊。水壶本来就只是一个东西藏在里面嘛，对不对？就是一个硬币。嗯，哟。哎呀。哎、欸，可不可以把那个拿一个尖锐的东西，然后把那个……哎、欸，真的就只是什么东西没搬开吗？就啊，我都搬开了，我全部都搬开了。奇怪，我慢刀这有用过吗？用什么东西？磕东西的？你手上那个我用不出来的，要干嘛的？找不到东西用。哦，哎、欸，去过去过去过。哎、欸，这个不能插吗？哎、欸，没用。小根的这总有用吧？嗯、插进去吗？牙放回去一下。不合理解谜，没错。嗯，爸、啊，我点到了。毕业早安。哎、欸，你怎么解的？不是啊，我不想点到门啊。有按到门的，画面奇妙，老司机，夜夜要玩吗？哇，如果多一个人进来，很挤耶，转圈圈，没什么差别。这硬币到底要丢哪呢？哎、欸，可不可以对一下硬币上面的字啊？哦，大金啊，看一下，看有用。那个什么 L 三 V 什么 I 的，那个 L 三 V I 看一下。对啊，或是 I V 三 L 类似的、啊，类似这种。没有没有那个字，没有那个字。那有没有金字塔这个头的脸啊？嗯，没有。这硬币有可能做什么的呢？欸拿刷子刷一下东西好了。刷硬币吗？把它刷干净这里。为什么西神的那个拼一直成功啊？好奇怪哦。我知道那什么东西了。护膝那边你会跳这个东西吗？他会啊。刷。痒痒啊！哦，出现了！哦耶！对啊，然后那这样地上还有沙，还有沙。对啊，把它刷干净。可是我觉得硬币不可能没有用哎、欸。对啊，硬币应该有用才对啊！我才开，好不容易开了箱子就没用。拿去 can 东西。哎、欸，哇！硬币可以 can 这个好用力哦！啊，把它 can 断。会不会丢物件啊？会不会？嗯嗯，我把它丢地上。我在意的是那个黑盒子打开之后，到底里面是要放什么东西？黑盒子，这里面还有一个小三角、哦。这墙壁这里啊，墙壁这里有一个那个啊，这个洞啊，打开之后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啊。有啊，它就是进化那个黑暗的那一只。进化黑暗的那一只，听起来好中二哦。什么东西啊？这个？嗯，刷不干净。嗯，这里没东西刷。还是这个拿去。哎，这个慢刀好像可以敲开什么东西用的吗？
应该有可以敲的东西，有时候我也找不到。我觉得这个很微妙啊，感觉这边可以敲开啊，这边有一个那么……我刚刚到处敲了。哎呦，你有没有对过那个门上的字在写什么？那他门上字很多没有出现。哦，那个只是装饰吧。那我们要不要先玩下一关啊？因为这个硬币之后再玩、啊。其实我觉得逃脱就好了，硬币没那么重要吧。对啊，那走吧。那个之后再回来找好了。哒哒哒。不然太难了。哦，而且我们连那个什么皇冠都没拿到。那等先通关就有皇冠了，优先通关就有皇冠。嗯。那我们以后就是先拿到那个。OK，、欸、下一关了、喔。开始。下一关啊，它总共有五关的，一个场景有五个。哦。卷轴，卷轴拉不开啊。拉开啊。哦，怎么啊？平衡这个我知道。是平衡那个吗？你把它展示，然后点左键点一下就好。展示。按空白。啊，算了，我弄不开。啥？七姐，不然你自己看，七姐给你看。什么东西？地上四个卷轴，你都可以看。玩一下。你怎么开的？空白键啊？没有，直接点一下就开啦。可是我点了没有开。按空白，然后点一下就可以看了。它这个目的是什么？对啊，我没有开啊。你点空白，然后左键点一下。左键。嗯，这是钥匙，里面有钥匙，看到了。哪边可以插钥匙？谁想要被插？这个吗？不是。哪边可以插钥匙？阿喵，干嘛啦？给你当插钥匙大臣。什么东西？钥匙，这里给我、啊。你这可以解谜，可不知道现插箱子，交给你插了。地上，在哪里啊？你脚边、嗯。拿开。这个头啊，铁锹，还有钱，我的妈呀，这钱，我最害怕钱了，钱都不知道干嘛的。铁锹能干嘛？可以一直给他吗？敲开这个啊，你是不是？我知道，敲开这个，给他吗？敲开了，不是。心中啊，不是，是桃壶。桃壶，他是要拿桃壶。是耶，果然。那他右手应该，左手应该拿一个权杖类的东西吧？掉。哦，这是要算那个，这是银哦，罐子。强迫了，怎么不平衡啊？怎么不平衡？这边有三颗球吗？对啊，一颗，这两颗是二的。这是五啦。那、这个放那个这边。不行，等下不行。这样有一样重吗？那上面有写字我知道。上面我调一下吗？你要玩吗？给你玩，球都给你了。那个书嘞？刚那本书这上面有数字。这边有东西吗？怎么这边那么重？你请谁帮忙把这个敲破？等一下。敲坏了。这还不平均吗？ Okay.先看这是鸟是什么数字？有没有书？我没有。有没有书？有没有书？箱子敲开了，又有新的卷轴了。看一下，这个卷轴的意思是，
没有意思。嗯，就这样。这个卷轴的意思是没有意思。嗯，欣姐，这个要拼一个拼图哎，这个有什么线索吗？这四个瓶子要放中间。啊、哦，有线索吗？看图案呢、啊？看卷轴啊？我没卷轴啊。啊、嗯，东西我身上都没东西啊。你是花瓶吗？这个。哇，我找到了，这是什么鬼啊？这花瓶有什么用啊？看不懂欸。你这不是有头吗？可以放在上面，这瓶子上面看。等一下，什么？身上不是有头吗？嗯嗯。这样看。放在哪里？地上有四个瓶子。上面有东西。花盆。我知道，我在找头。头，你身上有好几个东西啊。啊，可是要对对啦。他说：“所以你要先看哪一个啊？对哪一个？不是卷轴，我刚只捡到一个，全部都树。你要先放上去了，然后先找。这个是，这个是花盆，不知道在哪。花盆，我先把它收掉。哪一个是哪一个卷轴？骷髅。花盆碎片太碍眼。花盆碎片应该可以直接丢垃圾桶。对，我要丢垃圾桶。”嗯，这是无关的东西，我觉得这也可以丢的。嗯，那么多眼睛，卷轴，嗯哼嗯哼，哎、欸，又是一样的表，嗯，表到底什么意思？嗯，怎么又重复了？这没东西啊，嗯。哦，这上面有那个欸，上面有那个图案、嗯、他们手上是什么图案的意思？欸，为什么一二三其实把东西拿去丢垃圾桶啊？垃圾桶其实就是仓库的意思啊，我现在懂了，垃圾桶就是仓库，如果你需要研究就是没有用的东西就把它放垃圾桶，大家可以去看，就不要拿在手上。嗯，两个翅膀。哎、欸，看一下，不是这个。看一下，你屁股啊、这个是是？我在丢东西。这个是这个吗？黑人胎教。啊，这有什么顺序的嘞？嗯，啊，这个的顺序是什么呢？因为是要起这个，这个的顺序。金子。哦，你们找到盖子了是不是？就那两个盖子了，还差两个。嗯哼哼哼，不是他要拿的，哎、欸，这金杯子谁要拿啊？哦，这里还有一个谜底要解。这个解完了，那我解完了，解完了，就刚刚开的、啊，你记看我刚刚开的、啊。开什么？你看这两个雕像，这东西一样，我开完了。我知道啊，啊，然后嘞就没了吗？他开起来有什么？就开那个石碑的啊，开完就没了。哦，石碑。这样就没了，石碑他不要啊！哎、欸，那个球你也解完了是不是？幻喵，球还没解啊！球还没啊！我还在看它的数字啊，就是它上面有那个字有没有？比如说这个是五，然后抖抖抖是水，嗯，然后这个抖抖抖是 n， 抖抖抖是 n， 抖抖是 n， 然后还有这个五，这个是二啊。那我知道，那画面你那个借我好不好？你那一组给我玩，我大概知道要怎么弄了。你跟我讲，他意思你要去，他要你要用数字称出每个字是多重，你把每个字是多重写下来。哦，
好，对，哦，我懂，然后这样就可以知道，对对对，嗯，这样，然后这个字看起来那么重，敲开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你要把那个敲开，再敲一个，直接敲一个，我知道，然后呢？这里啦，这里，我敲开这个棺材。哦，它上面有图案，下面那个是羽毛，然后这边是狮子，然后这边是虫。羽毛、狮子、虫，三个。所以答案是羽毛。嗯哼哼，所以是按下去吧，对不对？它一开始全部都是起来的嘛，羽毛、狮子、虫。开了，要人头盖子，那现在就剩下幻喵那一个了。这一样、哦、一样重，对，一样重。这一样吗？那那个水是二，水是二，水是二，嗯 ，QQQ 是二。那你把我水拿起来，帮我把水拿起来。嗯哼，水是二，然后，嗯哼，这个神是什么？则是看一下，你放五看看，这太重了。不是五，对，这是三一才轻。奶奶，不可能啊！没有，你把一拿起来，二在我手上啊！你把一拿起来啊！你把一拿起来，我放二。一下啦，你走开嘛！我怎么拿、啊？你放二就好，这样子。我知道，你先放那一颗，那颗是二嘛、嗯？对，好，然后你再放一个二，我再放二，它应该是四，我猜，对，果然蛇是四，对，四，所以那个是四，那你记得吗？嗯，我记得，水二这个四，然后再还有一只鸟，还有一只鸟。鸟，你要不要把那个那个？那我都先收起来。你要不要把那？你收拾，你收拾，你收拾就好。收了。然后，你挡住我了。没有二还你。不用，我还你啦。然后，噔，噔噔噔，没有。哇、哦，这个很重哦！那放一个一进去啊，加一。我猜它是六吧？对，果然是六。一啦，六，虽然是二十六，这是六对不对？这只鸟是六，对，二十六。所以一二，所以总共有一二二四五六，要把它放平衡，对不对？嗯，这是一个数学问题。啊、嗯，二十六，一二五二四六，我算一下哦。一二五跟二十六，嗯，对，所以它总共加起来是十六除以二等于八，八。嗯，等一下，等一下，我再算一次，等一下，没有，我好像算错，哦，是十八，所以是九，要凑九。好吵哦！谁啦？谁在玩呐、啊？嗯，等一下，一二五。一二五七，二四六，左边它可以最多可以放几个？十二加七多少？十九哎，不是，我是说它一个可以放几个？它有没有限制？它一定要三三是不是？对啊，它没有规定吧？一、啊、哦八八加二十六，八加十二等于嗯。那二十哎，那一边是放十哎、欸，哈，不是吗？五一二五，一二五是八啊。啊，对，是十，一边是十啊。所以我刚刚想问说，他有没有一边都只能放三个吗？他没有规定啊，你就是放一样就好了吧。所以五加五四一六二二，放五四一六二二，这样就平衡了。好啊，你放啊。哦，那我先把球都拿起来哦。嗯，好、哦。嗯，那你这个球，所以一边是十嘛，对不对？对。
对对对，54162。541，所以这个一先放这，一，然后五四五一，五十一六二二，然后四这个四的话是蛇，541这边，嗯，然后622这边 ，OK。OK， 好，可是没事哎、欸，怎么没事？嗯，平衡啊？还是只能放红啊？怎么？嗯哦，还是要用红色来解吗？是吗？你的意思是这样是不是？不对啊，可是红色246这样怎么解？246可以解啊。24哦，对，24就6啊。对啊。嗯，八九秒是六。就只能红色的话，对啊，嗯，也没有。啊、可是阿总、啊、没事，没事啊，嗯，哎、欸，喂、欸，怎么会没事？哎、欸，阿西神那一个呢？啊，我没东西啊。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没有在这里。西、哦、神背后这个啦，他问你那三个图是多重？这里。哦。哦、那个只算而已，水是秒是六，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给你用，给你用。然后四是这个，题目想的太难了。对啊，是这样不对啊？这样对了啦。好，这样，然后这个不对、啊，你鸟放错，你鸟放成八。哦哦。眼拙啊，啊，这样拉拉，三三四五六七八，三三四五六七八，有了，狗头可以放啊。放哪一个？狗头是放哪一个？对它图案啊，不一样啊，不一样鸟。没有，那个刚那个卷轴有画，刚刚那个卷轴有画。对，有卷轴有画，要拿卷轴来看。嗯，我看一下。狗头里面有虫，鸟上面是一个圆头。我问一下，这有什么头？嗯、这是眼睛。鸟头跟星星头，跟鸟头、星星头跟人头。对，人头跟哦，他们不同。人守护的器官是什么嘛？对不对？嗯嗯，对对对。嗯，心、脾、肺、肾、肠。嗯？看不懂。你卷轴在哪里？这里。下一张。嗯，没有。这些没有看到。后面那个不是解完了吗？我知道啊，我在等你啊。嗯，我正在看。狗放的这个是什么地方啊？谁看得懂啊？后面你看它这是放哪里？哦，哦，哪一个？哪一个？我丢在你脚下的那一个，你脚下的这个吗？哪一个？嗯、这个脚下的。我怎么会知道哪一个？你找一下就有。这个是什么？哎、欸，等一下，有一个是那个比对数字的，哪里？什么鬼啊？有一个不是都是文字的吗？嗯，对啊。你看那图，那个熊狗应该底下的图吧、啊？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啊？没有，就是打开这个会拿到啊。在这里要等这个解开、哦。那你先把哎、欸，如果我们先合上去会怎样？把头先放出来。对啊，先放上去啊。还有一个头嘞。嗯。没有啊。没有反应吗？那、欸、头要放对吧？看一下。啊，我知道了，这个狗头，啊、你看我的图，这狗头在摸它哪里？摸他肚子。对啊，我刚刚在问你说，我刚刚在拿那张问你说他呢。然后鸟，诶、欸，鸟旁边有字，我看到了。鸟，
鸟旁边的字是什么意思？眼睛，眼睛 ，H， 然后眼睛 H，、嗯、这边有眼睛吗？没有，它就是它是一个心脏，不是一个肺脏，然后肾，然后这个是什么？这是肠子，肠子，所以狗是肠子吗？知道耶，看看看啊。哦，是肠子。那还有什么？马。看一下。嗯。对啊，狗应该是肠子。然后还有什么图？哎、欸，还有什么图？正在看。没有图了。这里，这里。我刚刚点它，不然一直受伤。然后有啾啾吗？那不是啾啾吧？那这张有点看不懂哎，这张就刚看不懂，这留最后。我觉得怎么好像都不是啊，感觉很不太像。我觉得不是这个线索，应该有更直接的线索。嗯。嗯，哎、欸，鸟头、嗯，鸟头是头吗？有头吗？鸟头没有头啊，它是肝脏、肺脏、胃一个胃。可是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啊？是肾脏吧？嗯，你在哪一张、嗯？还有什么线索呢？啊，垃圾桶看一下，是还有什么东西？鸟头很明显，它上面顶了一个圈圈的样子啊。嗯。那没有那个东西啊。要不要按一下问号呢？还是再研究一下？再看一下，我觉得快要了。反正已经也没奖励了。不是这个。那个数字键是不是没有用啊？这个的，我看一下鸟头。嘿 ，Hello， 瑞玛，安妮，栏目长早安，栏目长早安，这猴子，怎么不要不会？猴子，嗯，还有这张，有其他线索哎、欸，对不对？人、哦，人头是眼睛。他有一张图是都符号的，你有看吗？对啊，有，但是他没有那个，是不是没有笑？他那个没有意义、啊。会不会人头是肺啊？你、嗯、说拿这袋子？哎、欸，这人头是肺，哎、欸，没错哎、欸。嗯，鸟头，呀。要看啊，这圆圆的鸟头、狗头是、嗯，还有卷轴吗？没，等一下，在我身上。这是一查，这边是有用的。啊，西姐找到了这张。啊啊，什么？我放地上，你把那张纸拿起来，按空白，按左键开起来。啊、哦，看什么东西？哎呦，怎么藏在这里呀、啊？谁把它藏起来？它压在一个木板上面。就是东西不要藏。可恶，居然被地板藏起来了！啊、哦，那个啦，猴子是肺，猴子是肺，给你看这张。先拿起来。给你。等一下，还是我念就好了。猴子是肺，那是这个没错啊。嗯，猴子是肺，然后胃是狼头，狗头是胃是狗头。嗯。哎、欸，然后肝是人头，肝是人头。欸肝啊，肝脏，肝脏是人头，是讲过了吗？没有啊。啊？哦，这才是人头。哦。狗头是肺，哎、欸，猴子是肺，然后人是肝。好了。然后那个鸟是肠子。肝放错了，肝是这个。你不是？嗯？鸟是什么？你讲一下嘛，快点啊！鸟是。
鸟，等一下，鸟是肠子，肠子是这个啊，对，然后嘞，这是人头，人头是什么？人头是肝，人头是肝，我还没有看出肝是哪个图案，肝怎么会长那个形状？对啊，可是没事啊，没有，它东南西北要对上。有指北针，对，指北针在哪里？我刚有看到、啊，好像有看到，你掉到哪裡去了？在哪里？哎、欸，地上我没拿，地上这个吗？这是金币啊！啊，在我身上。外面很会藏指北针，指北针怎么看？我哪里会藏了？指北针怎么看？指北针那边是北啊，对啊。我看不到啊，在你手上。我现在画了很多东西。我是说，你是说我要站北？你是我要怎么站？你说、啊你。你先把北边标给我看，北边是哪一个？就是我人面向的方向。好，那我看一下。北边要猴子，猴子要去北边，猴子跟肺脏要在北边。哦，那我拉，等一下。嗯。嗯，猴子嘛，对不对？嗯，北，他在中间，我怎么知道他北边是哪一个？他朝的方向，我人头指的方向，我的人站的方向。啊，然后嘞，另外一边呢？嗯，北边好了，猴子好了，北边好了，然后南边是人头，人头是不是？好，嗯，哎、欸，我站的是角落，没错啊。不要动，不要动，没错啊，我知道。嗯，连猴子出来应该都知道，南边是的。哦，外面也可以离开了。嗯，哦，地上那个。哦，可以了，放在手上吧。换喵，你放吧，放在手上。狗狗的手上。哦、oh, okay. ，这个狗狗。呀、yeah. ！哦，走啦！下一张。好难哦。钢筋杯，我想问那个钢筋杯是。放在哪里的、啊？那没有放到，没有用到。啊、没有用到。它有很多混淆的东西。下一关，好乱，好乱，好乱！灵界猫早安。灵界猫嗨嗨！哇塞，又来了！哦，我还没我的回合。哎，罐头哎、欸。罐头里面有藏东西，开罐器呢？用汤匙吗？这是三颗豆豆，用这个把它敲开吗？三颗豆豆，哇，哦，这样藏 N 颗豆豆，一二三四五，应该可以把它六七八，你们谁有开罐器？我就这个而已啊，一二三四，暂时考虑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什么？吓死我了！我身上有透明的三角形，用手就可以开。对啊。哎、欸，这个钥匙要一个。我很完全在破坏整个文化遗产哎、欸！一直在敲东西。哦，啊啊！我破坏很多了。如果有的是不能破坏的，怎么办？这个跳出来一个，这个你看，这个什么东西？哪个？这个哪个？啊哦，这个这个又刚放了，这个是吧？嗯，这个笔记粘在那上面。哦，画面那个你那个是这一个笔记，这笔记给你。嗯嗯，这里嗯，因为我放哪里去了？你在哪里？你脚下？哎、欸，有人有钥匙吗？没有钥匙。没有没有，我们在笔记。然后这个笔记，笔记就是要把这个哦，还要鸟，还要金杯，还要 goat， 还要狼，嗯，的东西，然后全部放在盆子里。我先把那个玻璃瓶收掉了。嗯。太多碎片了。我这是垃圾桶。这个是、欸、这是
什么挖沟？这是什么对比图？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可以截这个对比图？钥匙我找到了，看一下。嗯，找到钥匙。无线电开箱箱了吗？给你开，放这里。那是一个汤匙啊，汤匙啊。那是汤匙。我刚刚也是把它看成是那个。这个是什么？是什么声音啊？希姐在玩东西吧。来解那个无线电。有一个代币啊，然后就没了。哎，挂了。它就只是一个代币而已。要。Clean。这人在打扫哦，解除 Clean 成就。对啊，我丢垃圾了。他专业啊。嗯，打破啊。啊，哇哦！哎，里面总有东西吧？有，敲开，敲开了。嗯，还有两瓶啊，还要再继续打破、啊。嗯，看一下，看一下，等下先看一下打破啊。哎、欸，之前烤过罐怎么敲开的、啊？没有，刚有一个已经开了的。哦，这两罐刚也可以开啊。嗯，你看看看，有什么东西？怎么开？我不知道怎么开啊。就不能开、啊，刚是有一个已经开一半的。哦，我收一下垃圾。怎么不能开啊？拿起来摔破。它下面没有藏东西。这无线电是什么意思？那个解一个，刚刚解一个代币的。这箱子上面图案是什么意思？来看一下。这箱子是羽毛，羽毛半个羽毛，羽毛半个羽毛是 I O 啊！你原来以前那本书要拿起来哦，那我没拍耶。I O R 等于 F A I O R F A 什么意思？看一下这边。哎、欸，这边有 L 鸟，这边有脚鸟，脚鸟能移动的宝箱。对啊，你要把圈圈的面把它拼出来，哦、那个把圈圈拼出来吧。哦、这里有看到了，下面一个机关，下面一个小机关，这是什么、嗯？这是拿那个看一下钥匙，这是印章吗？它那个机关有东西吗？等一下，有钥匙啊！啊，欸、有拿到钥匙啊！对，可是重点是，开啊，开它！这不是开这个，不是开这个的。哦，它不是开这个的。那你后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开的？后面还有一个宝箱啊！后面还有一个宝箱。这里这个。Hello， 对呀，啊，你有了金杯。金杯，你刚刚是说要放进哪个盆子里面？没有，刚金杯没有哦。对哦，金杯是要放在一个碗里面。对，按那个碗。这全部的东西都是要放在碗里面。那个能移动的宝箱，对，是金，对，金杯，然后有那个钥匙的，然后还有鸟、狐狸跟 goat。金杯钥匙，那个碗在哪里？没人知道，对不对？Goat 是这个是啊，我看到了，这个箱子上面线索就是那个图案对应的吧？就是这个墙上那个图案。对对对，这个对应。所以鸟跟钥匙，然后鸟配钥匙，我看一下。脚跟鸟配，我快好了。脚跟鹦鹉，然后碗跟狮子。好吗？好的，钥匙，还另外一个钥匙，真的钥匙、可以开那个，开。哦耶，鸟杯，哦耶，鸟杯。其他什么东西？还差那个中间的狼杯跟 goat 杯。哦，我知道了。那个不要捡起来，它要是对上面这个，
他问你红色蓝色有几个、啊、对不对？嗯，这个啊要转说红色几个、嗯、蓝色几个，嗯，这样是全部吗、哦、再丢下去，嗯，全部都在里面了吗？你放地上好了吧。有啦，红色三个吗、那个、蓝色一个，有些看不到、啊嗯、方向不对。哦对，这个方向不对，这是黄色的。然后我全部拿起来好了，全部拿起来放地上，然后他就全部拿起来，不是全部拿起来，就直接给我写有几个啊？知道数字的，对啊，啊也可以啊。全部了吗？转，哎、欸嗯，少啦，少了。哎、啊欸，你们检查一下自己身上，还这还有、啊、里面还有箱子，那没拿干净。少了，还有啊，换边你身上里面还有、啊、有吗？我身上没有、啊，箱子还有啊，箱子里面还有、哦，对，你就不拿。三四地上还有啊，箱子还有一个，角度的问题吗？对啊，嗯，没有，他那个要抖一抖。刚刚我看到角度，你看到角度不一样。OK， 有了。哪里？狼头。开了。狼头。哦、哪里？里面。狼头，那还差那个一个 goat 头。我这个拉下来，你有什么东西有变吗？哦，我知道，西神，你去对面一起拉，一起拉下来。嗯。拉下来了。没有，他应该是要拉到哪一格吧？对啊，是吗？应该哦，某一格是不是？这只狗这个是解用的吗？这个解过了吗？那没解啊，还没啊，那就是这个。等一下，嗯，有什么线索？我过不去，我换边你身上是不是藏东西？身上藏好多东西、喔、我没有藏。不是，你腰带整圈的。整圈都是东西。对啊。那你们自己放好了。没有。不是啊，你要放啊。啊，还没有盆子怎么放？不是，三角形呢？对啊，啊三角形是我拿起来的唯一一个啊。嗯。是六七八那个，就那个，对啊，我知道啊。那直接选数字啊。哦，你看它多少数字转？那个、大小不是，它大小颗，大小颗。嗯，我只能确定里面有看，里面不是可以最大颗？最大颗的是三，最大颗的是三。嗯、哦，好。然后中颗的是，等一下。中课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中课是八，嗯，小课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小课的是七。OK， 好了，好了 ，got， 然后要一个盆子，应该就剩这个了吧、欸。那现在有办法了吗？再拉一次看看呢。等一下，要拿哪一个？你那边有拉吗？你跟我讲，你要拉哪一个啊？等一下、喔、啊有 ，OK， 好了，等一下，我丢东西，放出去，放进来，都放进来，丢东西，丢东西一下，好，嗯，把东西先放进去，有顺序的吗？你先放，没有，都可以啊，应该是没有，没有顺序，那直接融掉了、嗯，好浪费啊、喔，是，五、嗯，好了。那纸也可以丢了，嗯，然后下面的连过去门就开了，哦，是的呢，耶，哇，有杯杯，今天这一晚有杯杯，那、有奖杯了，哇，而且才四个硬币，硬币我觉得还好，硬币真的很难找，因为要看眼力耶。鬼神夜猫，哎，鬼神夜猫在哪？哎，我怎么没看到鬼神夜猫？他直接按而已啊，又来了，兑换，对啊，哦。哦，鬼神夜猫兑换喵言喵语，嗯，西神说月换，兑换喵言喵语，啊，姐这个好难哦，哇，人亮了，它是铜的，丢不坏，哎，这是顺序吧？哎，他是讲顺序，哎，哎，他讲顺序，哎，
我知道，我先砸脖子。我先看一下。破坏狂。他在讲顺序哦，喵。你好，人、狗、鸟、人、狗、鸟、鸟、狗、人、狗，这是什么？狗、鸟。人、喵。啊。不是啊，按一次。那是怎样？人、狗、鸟、鸟。乱了乱了。你人、狗，你好像很好玩。鸟、鸟、狗、人。怎么鸟、狗、人一起啊？我知道，这样。人、我知道了。狗、鸟、狮子、羽毛、人、鸟。我先搜一下。可是狗在反边呢。羽毛，奇怪，这是羽毛。哦，然后这个是人。哦，知道了。这个、狗、鸟、鸟、圈圈、鸟、脚、狗。这个，所以是鸟。懂了懂了，这是鸟。喵，再看一次哦。然后这个是人、脚、狗、方块、鸟、鸟人、蛇、鸟、狗、方块、脚、是脚。人、狗、鸟、脚、鸟人、狗、脚。啊啊啦啦啦！然后这个是这个喵，那。人、狗、洞穴、鸟人、鸟、羽毛、方块、狗人、蛇、人、蛇、狗、鸟人、鸟。哦，不是这个蛇，是这个蛇，搞定耶！拿到了球。狗人。哦耶！球。啊，好辛苦哦。球。辛苦。好了。不对。这个、拿到了吗？拿到了。我们要配重啊，还有这个啊，这个呢？有要玩这个吗？这个，哪一个？这个吗？你要？对，那你球给我，这个、你球给我。我球给你，为什么要球给你？又要去后面配重啊？走开！走开！你把它放随便找个地方放上去就好了。那我来玩这个，你因为缺一个不能配重啊，要全部拿到。那这你是说这个吗？好的哦，那这个，干嘛？你在按是不是？我下午在按。那现在我看不懂，你按它。按看不懂哈。他按那个蝎子就蝎子就动。骆驼二。这刚被你按了，我本来想说要看他那个什么意思的，是你刚按了啊，我没有办法从头看了。那调回去就好了，调回去就好。调回去怎么调回去？椰子在最右边呢、啊。看手机。到底几谁要按啊？我没按啊。我没按了。大家一起按，怎么看？没有，我只是看而已，我没按。最轻。什么季节？什么季节？什么东东？下面的季节。要维持在中间。什么东西维持？画面这个给你，画面这个给你，地上。地上。这本书有写，这本书有写。他跑了，跑了，跑了，这个跑了。哇啊！这本书有写这本书，虫子跳这本书，那你按复习按，复习几按啊？什么？日正当中，骆驼在绿洲喝水，蝎子躲在金字塔下面。
那个，哎、欸，那个仙子躲在金字塔下面。嗯。哦哦，我懂了。然后骆驼在喝水。骆驼在绿洲、啊、弯到了喝水。仙子躲在金字塔下面。嗯。好吗？好。可叫我看不到、欸。然后日正当中，啊、日正当中了。哦，日正当中是左边才是日正当中吗？哎、啊，欸、不是、啊，那是日出啊。日正当中是这边吧？不是不是，好像是要，它有三个方向，上、左、右、上，好像是要指到最下面，是不是？还有哪三个？没有啊，只有左右啊。你那个那本书怎么写？嗯，这样，这个他只可以给我吗？那个什么啊，给你。啊、哦，金字塔下面，哦、中间是金字塔吗？还是左边才是金字塔？对，中间金字塔。然后那个指那个指针怎么？嗯，那一本书到哪去了？我丢在后面，丢在后面，那个嗯。没有看到地上很多东西，那里金杯旁边。嗯、哦、嗯，日正当中。哦哦，没有啦，这个、他是说那个，他现在左边呐、啊。对，指针凸出来这边。嗯，他有指针，不是第一个不是红红的在左边吗？嗯，嗯然后对，然后他不是写日正当中的时候，嗯，然后。什么？鸵鸟？蝎在绿洲喝水。骆驼在绿洲喝水。对。然后蝎子躲在金字塔下。那就是这样吗？就是这样啊。对啊。可是他应该还有别的操作吧？然后第二个嘞？第二个太阳西下。太阳西下，所以是选转这个吗？怎么让？哎，中间那一根把怎么让它转？那个点那个啊，太阳啊，太阳，哦，太阳是中间那个图案啊，太阳是中间那个图案，哦，哎、欸，这个才是这个是它，这个是什么？这个，嗯，哦、我知道，第一个用错，第一个日正当中是中间那个吧？对啊，对不对？刚刚是在中间那一个啊，对啊，不是，刚刚那个没错，这个。啊，怎么不会动？上面代表方向，上面代表方向，上面那个杆子代表移动的方向。哦、嗯，哎、oh. 欸，不动啊！不是移动的方向，你要按它才往那个方向动。你要先把方向确定，然后再按图案。这个是这个不是日正当中吧？这是日出吧？然后日正当中是中间那个，这样子，这才是日正当中吧？他是用箭头指的那一个吗？还是整个？我倒觉得他是不是指的是第一个啊？但是无所谓啦。他这个箭头是不是这个箭头指的那一个才算？我不知道，因为你仔细看他的那个，不是他刚你上那笔记上面的图啊，他不是有一个红点，嗯、第一个红点在左边，对啊，对，然后、啊、所以我在想是不是那个三角形。指的那个才算，我不确定。但是如果是那现在应该也是的、啊，可是他不是。哦，看到，我还是金字塔是左边那一个。金字塔，啊，中间是什么？哦，中间就不是东西还是这是最后一个故事了。它中间那个格子啊，嗯、中间那個格子不是有三格？我觉得中间不是东西。啊、那现在就是要想说那个說剛剛格子的能量有三格，是不是他要解第二个故事？我的意思是这样。那现在是第一格，然后一直往上嘛。哦、第一格。对、哦，现在是第一格嘛。然后所以正当中这样子嘛。我看一下、喔。
我看一下，因为你看这个箭头特别的突出啊，对不对？那问题是，因为这样也没有进一格吧？如果对，是不是会前进一格？对啊，可他没有。然后骆驼在，他说什么？蝎子在太阳西下，蝎子躲在金字塔下。我在金字塔下。没错，中间那是金字塔，因为最左边那个是沙堆，他还有一个任务是沙堆。哦、那怎么动这个？蝎子。好，这样子。那这样子欸，没有前进一个、啊。没有啊。所以我说是不是每个故事都先试一轮？因为我觉得刚刚可能不小心解掉哪一轮、啊。我知道第一个解掉了，第一个解掉，我觉得第一个解掉，然后你要讲第二个，对吗？太阳西下，然后骆驼在金字塔睡觉。等一下，太阳西下是哪一个？是就这里，就先这里，就这里，然后对，然后骆驼在金字塔，骆驼在金字塔，蝎子在哪啦？蝎子在绿洲。蝎子在，OK， 蝎子在绿洲，然后骆驼在金字塔，有了第二个了，对嘛？我就说嘛，第三个，果然刚被解掉、啊，回不去开始。我又没说，我没说什么，是你自己在那边不念的。刚果然被吸神弄到，所以回不到开始啊。没有，好不好？旭日东升，我没到手。然后呢？旭日东升。最左边，旭日东升。然后骆驼在沙，骆驼跟蝎子都在沙堆。骆驼跟蝎子都在沙堆。好了，拿到了，球可以放上去了。好，你的球。耶，我捡起来了。好，按哦。我已经配好重量了。哇，这样就好了，随便放也对啊。我重量已经配好了啦。然后这个 ，OK， 开门吧。这什么？哦，要走这个。要转转那个。从走。总共要转三圈，有三圈要转。我来走啊，没事。每只都有路是吗？哎呀，有了。换第二圈。是吧？再过来一点。它中间那个什么？还有最里面那一圈。那它第四圈。这边吧。那四个东西是不是？没有，它只有三圈。啊，三圈。为什么？为什么转这样？没有，你这边根本没对上。为什么转我中间？你先转，那你先转中间好了啦，再转外面就好。你这样对哪一个？没对上啊，有了。有。好了。它照上去了，开了。哦。然后呢？好高哦！咦，结束了。哦耶！这有金杯。有金杯。Jingle bell, meow. Jingle bell, meow. Jingle bell, jingle all the way, meow. 球好大颗，球好大颗。这个蛋，蛋是可以转的，里面东西可以转。好厉害哦！所以这边要金字塔雕像，有两个踏板。金字塔雕像。我可以下去吗？下不去。我自己一张纸，看一下。啊，这应该是轮流点那个火。找他头上那个东西。这个色那个。这个。移动。
量。你那个值是什么？我想看。哦，不然放掉，等我一下哦。有了，好，给你地上。终于到了塔顶，不用说，这里的景色就和我预想的一样，令我百感交集。一方面我很喜悦，我终于来到这里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不能在此停下脚步。我只知道我必须继续前进，我的最终目标尚未达成。哈哈，找到了。嗯，总之就是要折射那个它上面的那个东东，所以这个笔记根本没用啊，是吧？我不知道。又是，所以是要把每个点亮吗？试试看哦。好，这是做普攻的意思吗？还是要做那个？哦，它没有，它下面有一个图案。照这个图案吗？啊，照那个图啊！哦，要点成那样啦！啊，也拼一下。有，我知道了。一，一斜斜。没有，你们先去解别啦。没有别的，没有别的。请问这里还有什么？啊，中间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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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他不是？一斜斜横，往上压 right。什么东西？像听起来一堆柱子而已啊。中间这边这边这个，这是什么？哦，他问你中间是什么图案？拉法。你在玩什么？这个对了吧？不是吗？你在玩什么啊？我说他是不是问你说中间是什么图案？哦，还有那个花纹，花纹要选对。所以它这里上面那个球，上面那个球，他问你说它的花纹是哪一个，形状是哪一个？这个啊，看不到吗？看到。哦，所以下面是点点，上面是横线，上面横线，下面点点。下面这个是，哦，这个点点花纹，帮我选花纹，上面横线，下面点。这个上面横线。不是斜线，是横的。横线这个啊，那是斜线。横线。再换。那只能有点点的啊。嗯，没有了吗？对啊，你不是只能有点点的吗？哦，那就这个吧。点点就只有这个有吗？有了。其实你下去吧。下不去。一根上，一根又回来了。这种东西，oh、my God， 新的题目，旁边都有好多动态的图。这边什么 L？ 干嘛的？哦，对，它的那个后面的背景啊，后面的背景，你照顺序排。那个什么钥匙 L， 钥匙角跟圈圈。其实你看不懂吗？背景在哪里？你的正后方就这一片啊。这整片画面啊，金字塔在正中间啊，看一下。哦，狗在这边。嗯，我要去解别的。狗在哪边？我没看到狗。狗在这边啊，狗在最这边。哦。哎，狗嘞？被你烧到后面去了。对，狗，对，狗在这里，狗在这里。好，我跟你讲，狗在这。等一下，你卡没对上啊？三角形，三角形的那个三角形是这个？等一下，这个是怎么？是这样吗？不对，这个可能这样子。这个可能是这样。哎呀，等一下。对呀、啊。四只。假设这个三角形是这一个。对啊，这样子的。开了，左边这个，右边这个就这个东西。四只。这里。
这开了吗？右边后面这个是一个这个东西，哪里？狮子？你说什么东西？啊、哦？那柱子啊？心？哦，要排新的图案吗？嗯，好像不是。不要，哎、欸，按下去，我看一下。应该排新的图案吧？嗯，为什么两个都可以按？嗯狮子，这拿到了什么？鸟，这个盆子跟鸟。嗯？嗯？嗯？等下，这个牛仔帽有没有那个角鸟跟？角鸟跟那个角鸟跟钥匙孔的帐篷的角鸟帐篷哦，这里这里、哦、这个要找四个，是要找四个要排大小，还有吗？你们身上还有谁有那个？还是哦，你看旁边都写出来。师姐，这个东西啊。嗯，他刚刚在这个箱子里，你看这个。给我啊，给我啊。这个圆圆的把手，应该不是放那吧？他放什么东西？把手，把手，哦、这里这里 nuts， 有了。哦，这里啊，里面。拿出来一下。你有三个雕像，拿出来。雕像，我拿好了。会。你拿，你拿。没有，没错啊，这样子，这个开了，然后这把手要再回收。这边需要一个方形把手，所以要开这边的。他们要对这三个图案，你在对了是不是？方形，我看一下。那个，那就上面这个啊，鸟，鸟跟那个角角，鸟跟角的跟帐篷鸟角、嗯，还有，嗯，嗯，帐篷鸟角还有一个是圈圈。嗯，这个拿圆柱的是这只吗？你问我，然后你不知道在干嘛啊？什么？没有啊，你不是在排？不是说那个给你解啊？怎么排？就排这三个图案、啊。你刚刚不是对照其中一个了？知道啊，我不知道你在干嘛。那你走开，我要对。嗯，画面你先让开，你挡住图案。你那位置挡到图案了，你要离开那个位置，就是要对这三个，把它对成那三个图案，这中间这三个东西的图案、啊，要把它对成那三角形里面要三个图案。嗯，对啊，对啊，还缺一个啊，盆子，嗯，盆子哪有盆子啊？它不一定是在这一格啊，它、欸、每一格都有啊。哦，这样子，这样子，这样鸟，我去排这个人偶。嗯，没有盆子。嗯，这一格呢？哎、欸，鸟不见了、嗯，那就这一格是鸟。嗯，哦，出现了，那盆子就这一格了。嗯哼，那应该是。对上，不行，这个脚，脚，那不是，这是鸟，这个对不到啊，对不到，中间那一格，中间那一格一定是有其中一个，中间那一个应该是要对这个啦，这喷在这里，对啊，有了，在最下面的有，开了开了，然后把手会打出。这里有啦，两个刚好，应该是排高低吧，因为我们还缺一个东西，所以应该是要等这个东西出来。OK， 放上去。是啊，那个啊啊啊，圈圈。哦，合起来了，这样有事吗？没有没有，要照后面吧。
什么？后面的高低吗？后面的柱子吧。后面柱子的高低吧，应该是最高在最右边，对不对？那你刚才说排高低，我猜的话应该是照后面那个。剩这个没解了呀，这个。这个。还有幻喵这一个，这样。这个是我看一下，这个是真的要用排的，对不对？高矮，我看一下哦。看哪里有高低啊？后面那个塔是吗？我不知道啊，要实验啊。红色柱子的吧？是吗？红色柱子的，是吗？我不知道。嗯，有了吗？开了。嗯，哪里开了？这里，这里，这个柱子也开了。有了。其实你在按什么？我全部按下去没用啊！我先当然没用啊！你好嘞。在干嘛？没有线索、啊。有些物品。哦，这个神像我摆好了。然后旋转。这个的话是问说他是哪一个星座吧？他可以排成哪几个星座？哦，这个后面这一个，空白键旋转。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对。这个。喵喵喵！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解完了。那个没有啊，这个方向不对啊。那你解完了吧？我没有，那个方向要转，那方向要转，我还缺一个。这方向是还少。就一直啊。应该是后面这个解完才会出现。对。嗯，但线索在哪里？你看到？所以他的意思是这个没办法连过去，这一二三不是这个吗？所以一二，所以它是应该亮起来，还是不要亮起来？这个。嗯，会不会有什么小纸条呢？我在找，刚好没看到。眼睛，嗯，还是连按提示了？没有吧？还有时间不急吧？还有50秒。这椅子后面有没有东西？我啊，给我看到个挪提示。这边怎么飞着一个盖子、这盆子里面啊，嗯啊，一直滚下去了，什么东西？一直滚下去，无所谓啦。所以那椅子有用吗？其实找到了，雕像在这里啊。哦，有了，雕像在哪里？哦，又出现了。这是各方的星座吧？谢谢，上面正上方。哦，看到了，上面呐、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吧，这个是总共有四个星座，对吧？对啊，四个星座，一二三，两只脚，嗯哼，这个，对，这个，好，然后快细节那边，一二三，这个好了，太好了，细节那边两个、后面两个。嗯哼，一个，这个是，它是要按下去吗？对啊，按下去啊。要找上面一样的吧？三个，总共四个啊。四个啦，啊，这个嘞？这个，那是什么？我这不是跟上面一样吧？是吧？这里有一个这个。你干嘛、这个在这里，你看我这边，这个是这个，这个啦，它不是只有 刚刚按那个，一定在这里，刚刚对吧、然后这个是这个，是这两个啊，这两个啊，
这样。然后这个是，这个是这样吗？你自己看。还是是反过来？是亮的，是不是？因为按下去它暗了啊。解完了，解完了。对。OK， 咦，所以是亮的，要亮，不是按下去。咦，结束了，刚好休息了，终于过关了，把一个破完了。喵，聊了，挺难的，其实，有一点难度了。没有吧？有啦，要不然就不会过了。欸、有难度应该是没提示都过不了。有难度，我时间没累过嘛，对不对？好，那就到这边吧，刚好。对啊。巴拉巴拉。搞定。好，谢谢花喵。谢谢波西。OK， 拜拜。谢谢西神。谢谢花喵。好，谢谢今天现场参加的观众们，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还没吃午餐的欢迎去吃午餐，地面上快去里面啦，自己吃，只要去吃完就要去煮，随便煮一煮。那祝大家下午是不，好，就这样。看一下降落哪边好了，有哪边可以降落？瑞克安安，瑞克安安。那就去阿呆那边好了。好，决定阿呆。前面的房子扔打。好，准备降落，仅限最。Ready， 拜拜，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送走这匆匆的一秋，晚安，晚安，再说一句，明天见，拜拜。